changes, yeah. And I feel alive inside my own skin. All my reasons tell me just how strange it is coming home to a place I've always been. And it's all for love. And it's all for love.我看一下你们贵妃，等一下啊，他跟我说他今晚要来的，千万不要如来啊，我现在都有点担心他每次说来的时候，是有点担心，因为他说来也不能保证。Skr 就问说开了吗？今晚有大瓜吗？啊，我觉得不是什么大瓜，因为很早之前这种事情都已经讲过了。你们没有记性，不代表我没讲过，好不好？我真的很头痛。你们不会又想什么聊什么葱啊什么组合什么之类的吧，这些我们记得我们很久之前有讲过哦。不是不是，他说他你们说最近好多瓜，你们自己给真的是把脑子给我拎起来看，倒一倒看里面有没有水，看里面有没有水，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听过，真的给我把你们脑袋里面的水给我倒下了，我求你们了。
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听过的？真的是，就都对你们来说都已经是快馊的、烂馊的东西了。现在跟我讲，哇，姐好多瓜，你们的就是扪心自问，真的没吃过吗？啊，真的扪心自问，你们是真没听过吗？我之前就是像冲的那个，是不是像冲的那个？我就很早就跟你们讲，是插座了，是不是？是插座。那之前的时候还因为 Kimi 的事情，我就没有太多讲。那难道没有讲过吗？是不是？就关键是不只是冲的，连组合的都已经讲了。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很多次吗？我说他想出来是可以的，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人捞而已。但是捞了以后出来跟没出来没区别，因为它会被抵制啊。哎呀，心塞。不是，还有脸问我？真的哇，一个兴致冲冲、兴奋的说啊，今晚上直播有瓜聊了啊，今晚上直播有瓜可以，就是有话题可以续讲什么什么七七八八的啊！我一听我就很绝望，我说哈，就是。是不是？不是说组合的那个说补交不补交的一个问题，而是现在就是对这个的要求，你真的是动不动就软封，动不动就软封的。现在这种，就是如风，什么叫如风？就是看见有没有人捞而已。你就看一下，就是税法是允许，你得看一下娱乐环境允不允许嘛。所以我就说了，他回来就跟如来一样，懂不？跟如来一样，现在不就是试水嘛？你想想看，你如果说他一回来又要抢一个小花的名额，其他小花我跟你讲，饭不吃都要把他给打死。你就看着吧。哎，你就看着吧，你就看着，真的是。你还讲这种是吧？那现在税法是允许，你得看舆论允不允许。现在就是各方面上岗上就是上纲上证的，上纲上本的多的是，二极管也多的是，是不是？现在的娱乐环境，你得就是他就算是有人捞了回来以后，他一回来又要占一个小花的位置，你问一下其他小花给不给他回来咯？我跟你讲。你除非是捞他这个够大，不然的话会被联合打的。理这些，不是你们贵妃，哎，你说开个房开半天没看到他，是看他对家资本够不够强？哎，说白了就是看他们两家在打架。就看他们两家在看看他们几家在打架而已。你现在看的这种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全看背景，对啊，全看背景，没什么好讲的。他来了句好久好久没听，最近忙的换了新工作和一个男朋友，不是你换工作就算了，还顺便把男朋友也给不是，哎呦，就换了新工作，顺便把男朋友也给换了呀。你强还是你强？上次有一个宝贝儿，就比较可恨的，就是他又升官又发财，又有老公，懂不？升官发财还升职加薪，还顺便找了老公。上次那个更过分。对啊，他好久没听，好久没听，最近换了一个新工作和一个男朋友。可以的，人生赢家。
效率够高。晚上好，晚上好。哎，不是你们贵妃哦，来了，来了，来了。哎，就很担心她如来，终于来了。啊，晚上好。哎，晚上好。然后就只有你在。对。不是我秘书他也是如来吗？不是啊，在啊，都哦。在啊。不是你们贵妃喂。就负责开个房就行了。谁说的？我说话了，啊，你不要宣口喷人。没有啊，我很担心你如来呀。我不如啊，要不你的房间哪里来的？我先洗澡啊，我听着，我嗯，先不搞。哎，我就知道，哎，我就知道。那我来了就不如，这不叫如，知道吗？脑子里有你每次都是这样开完房的，然后我还不是去冲凉，就是去上厕所，要么就去事干情点不得滴。把自己收拾干净吗？对，我这是，一定要折腾到9点多钟的时候才出来呢。这是我的职业操守啊！这做贵妃的不得香香喷喷的，对不对？我去了啊。什么？今晚好热闹，嗯，是我们直播间热闹还是麦上热闹啊？你们是很久没见你们四个人了吗？我今天去看了线下，你们 K 老师终于见到你阿爸了，是不是真的瘦？是他但真是的好瘦啊！他就是不影响他很大块，发现没有？对，就是他很高，然后很白，但是他很瘦。对呀。我今天，因为我本来是周三就是会休息嘛，然后我今天就是本来我是可以很早就到的。结果呢，我临时有工作，然后我就没有很晚很早到，我是差不多4点钟的时候我才到那里，你知道吧？然后我到那的时候呢，已经全部都站满了人了，已经都那个铁栅栏都已经围好了。然后我就在那个一楼那边一直在外在旁边一直在找，我说，因为我那个位置这么就是看不到他正脸。因为他们那个场地是中间是旁边是有东西隔开的嘛，就看不到他正脸，然后我就只能听到他在那边说话，他那边那个跟洋洋哥在那边就是聊天嘛，然后我就找也找不到，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是在那个站台的后面，你知道吗？然后我看到了大彪哥站在那里，然后就是他们属于是那个柜台，就是那个展台的。后方，然后是就是大彪哥和他的这些工作人员都站在一起。我想，应该如果他站那里的话，就肯定他要从那边走下来，知道吧？然后我就蹲在那个地方，我就蹲到他结束，因为他这次站台就15分钟嘛。我在那边等着，就等到他正好结束完以后就出来，他合完照以后就出来嘛，出来就在那个站台那里，就是旁边的那些站台那边去拍照嘛，然后我就看到他了，然后他在那边也拍照，我对，找到了大哥哥，也算是吧？对，也算是看上人了。你看，真的，那边人真的都围满了，而且他们都，封好，就不让你上去，也不让你进去，你知道吗？所以都全部都封好的。所以我晚到了，但是我就是进不进去嘛。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位置，我还是找到了大彪哥的地方，我就看到了。活的什么鬼？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确实啊，确实你线下看过真人，你确实你会发现他确实不太上镜，就他们好像拍的照片完全就是拍不出来，你知道吗？就相机还是怎么说呢？确实是挺不一样的。就，哎，我感觉上镜有7分左右的一个。就是现实中的一差个不真多，实度，差不它多，其实现实中是非常的立体的。
就是五官。对，然后棱角就是我，因为见过真人以后，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不上镜，你知道吗？对啊，就是、我之前一直不跟你们讲的，说他对你爸妈不上镜嘛，你们没有亲自见过就不明白我说的那种封印感是怎么样的。而且我还不是那种很近距离的，我还是稍微有点距离的，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这个感觉真的很难形容，就是我今天看到了真人，我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不上镜，确实是不上镜。你真人、就是、对，就是他手还有我，你们看他拍照的时候就感觉哦，我爸那个蛮大块，什么干嘛的？其实他是那种精瘦型的，知道吧？他是真的瘦的，但是骨架子大，知道吧？就骨架子大，就是对，就是他真的比也厚实，然后对他真的比那个旁边人要高一截，你知道吗？就是高一截。而且又比他们瘦，你看见就是比他们瘦，但是身板就比他们宽阔，你就对，是的，你就发现就是为什么会把你妈迷得五迷三道的？对，是我能，因为我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旁边是大彪哥嘛，就是咱不说，我觉得大彪哥其实算是长得比较，不能算是也不也算挺帅的嘛，但是你就会发现，就大彪哥和咱爸确实还是有差距的，而且包括旁边看到杨洋哥也是，杨洋哥跟我爸也是有差距的。杨洋哥已经算是长得比较好，蛮好的了。但是你有时候在他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不愧是你爸，就有这种感觉，知道不？是的，是的，就是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站在那边拍照啊什么的，就是旁边不是都是工作人员嘛，包括那种很显眼他。对，就是很包括那种保镖啊什么，你就说他跟杨洋哥，其实我觉得杨洋哥已经算是比正常水平要就是中上水平。你那个杨洋他会跟身边的人的话，你会觉得他会比身边的人好看，又精致，又那种气质会因为杨洋哥脸也挺小的嘛，然后他个子其实也不矮嘛。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哎，就好像就是那种，就感觉啊，怎么感觉本来就觉得你们就是杨洋会跟周边的人就感觉不是一个层次，然后你突然发现你爸上去以后，所有人都不是一个层次。是的，是的，他是确实我今天是感受到确实有这点。他是以前没有这种气质，真不骗你们。他以前的时候的话，就给我感觉就跟那个杨洋他们那边是差不多，红气是真的养人，谈恋爱也是真的养人。就是好的恋爱，谈一个好的一个恋爱也确实是，也确实是但他现在他现在比他刚开始的时候更加的就是成熟稳重了，然后也更加的就是游刃有余的嘛，因为他很说话什么都比以前要进步了很多，这确实是有体会到的，再加上他谈恋爱了嘛，他整个人充斥的就是那种很幸福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反正就是成熟，还有一个稳重感，还有一个就是那种 alpha 的气质很强。是的，是的，你们明白吧？就 ABO 啊 ，alpha 的那个气质是非常强的。然后就是这也不是他故意露出来的，但是你但凡是有过怎么讲呢？你上但凡有过一点感情或者干法一些人生经历，你就会明白他的这种气质是从哪里来的。真的就纯一个是红气养人，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睡出来的。能看出来，对他之前。他之前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你现在这个时候是能感觉出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哎，我都说要你爸以前的气质，我都懒得看。对对对，这可能又要被 K。哎姐，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爸是真的，要是他以前的气质，我还真看不上。然后我也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清纯的那种什么类型的，那种什么不谙世事的那种男大的那种没有，我的审美一直都是那种成熟猛 man， 就成熟的一个，就那种成熟男人，我的口味就是我的欣赏的一直都是这种。是的。然后、他们今天就是在那个电梯那边也是很近距离看到的，也确实真的不一样。啊，你们拍出就是你们本人见到跟你们手机上面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差距，就是你手机拍照里还是有一点差距。
他就是就很奇怪，要你见过本人，你就发现就是之前就阿姐真的是照片和本人确实差距是有差距的，就是那照片会很容易把他的棱角给磨了。嗯，就算你看精修图，其实说白了也没办法，也没有办法拍到他的那种立体轮廓，真的很好的体现。就是需要什么？就是你爸妈发现没有？就是你爸其实硬照啊，就已经蛮好的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动态的时候会好一点点。你妈的五官会比较柔和，她需要那种动态感，所以她硬照没有你爸那么的那个。就是那么的上镜啊，哦，就是那硬照这块啊，但是就是因为你爸的五官比你妈的立体很多，就是你看经常看照片或者是看那些视频什么之类，你就会觉得你爸的鼻子很高，然后鼻子很大那种类型的，其实现实中见的时候并没有那种就是那么就是没有那种那么太大的那种感觉，也没有是不是？就是纯粹是一些拍摄的角度什么之类的。对，当然了，鼻梁确实很高，但是真的不是特别大了啦。什么立体感没了，就很照片很难体现出来的，真不骗你们。他照片哪怕是很厉害的摄影师啊，都很难把就是好看的一个人的那个，特别是他的那些轮廓东西的，很难百分百体现的。那体现个80%，你就觉得这个摄影师技术真的很好，真的有一些人是真的不上镜，就像那个曾黎，我之前的时候一直说她漂亮什么类型的，好多人都说 get 不到，你因为你没见到本人，她跟你爸也是那种类型的，就五官的很立体，就看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看一眼，然后多看，就一直想看。嗯，是这样，就看过咱爸，就是想咱妈到底有多好看。就是这种见识过真人就发现，电视剧里面还是太吃亏，不是他电视剧怎么讲呢，他电视剧还有滤镜其实更吃亏。懂吗？他电视剧其实更吃亏，他又还有再加上一些滤镜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们看路透就觉得很好看了，你就怕它剪成片出来一加一点滤镜类型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是有点在削弱它了。然后他们 KK 我跟你讲，刚开播的时候他们就问，哎，今天晚上他们很兴奋的说，哎，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多瓜可以讲，好多事可以讲，然后我就很心凉，我说这种事情不是已经很早之前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吗？为什么这么兴奋呢？我不是很懂。不是现在问你的是他们想要知道最新的进展啊。不是哪个最新的进展啊，冲的吗？冲的那些照片又不是现在拍的，又不是说他们是现在爆出来而已。对呀，啊，这只是很以前的那些照片现在被爆出来而已。对的对，又不是说是现拍的。你们真的很奇怪，你们就人家鱼还有7秒钟记忆呢，你们3秒都没有。冲的那个照片只是这两天正好爆出来，然后说他就是双插头嘛，就是，对对对对，是的，说他排插嘛，他排插这件事情不是很早就说过吗？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其他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心痛的一个人，然后就没有继续展开讲啊。对对对，因为之前不是说他那个有个小孩嘛，对吧？哎，咋可能？就是他有没有去节育这种东西的，我们是没睡人家床，你是真不知道。但是我之前的时候你们问过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过不是。嗯，但是他这个事情呢就比较隐晦，就是这样，对吧？就是你也不好随便，也不怎么提，就只能说过去就过去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那个。睡的那个女的主娥嘛，那个，就主娥嘛，对对对对。我之前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说主娥这个就是你得看有没有人捞，是吧？因为原则上面的一些就是税法上面它是允许的，但是税法是允许，但是你得看现在的舆论环境，现在就是二极管是非常多的，所以你也很难讲，你也很难讲说哎呀是不是就一定要封杀干什么的，你得看一下
那手段啊各方面的这些东西也很难讲，是吧？也很难讲。所以我之前都跟你说过的，其实如果说是没人帮的时候，死是一定死的。但是就怎么说呢，因为他那天发了一个声明嘛，就是意思就是他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没做这个事情，一开始又不讲，懒得讲，真的是当兵傻的。对，然后就正好今天你不是冒泡嘛，就问嘛，哎，怎么可能？你要跟你讲，他这个事情实打实的是真的，不就是因为有人捞了以后的话才矢口否认嘛？那他有本事让人家那个税务局给他开单，真的是。那捞他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就问你，不是说好不好处？那我问你，你觉得土豆哪好了？你问这真的是你能欣赏到你能欣赏到或者是能同步类型的时候，你就是资本了。其实我也很想问啊，好在哪了？你看那个洪亮是吧？洪亮跟孔生，我都觉得孔生是不是老年被下降头了？对啊，这个我们今天也想问，他怎么会真的跟政委在合作啊？你就当他被下降头了吧。哎，我说这个钱，老年了还要搞这个钱。哎呀，他还不缺钱，他不缺钱。对啊，他还不缺钱，搞这个事儿。那正午的剧也不缺投资，你这事儿问的是吧？哦，然后这个你让我怎么答？然后你让我怎么答，或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真的，你看，就像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所谓的那些什么漂亮或是干什么的那些，我很不能理解。就像我永远就 get 不到阿鹏啊、返场啊，他们说帅啊或者是好看的那种，我实在看不出哪里好看。是不是？我实在看不出哪里好看，真的是太辣我眼睛。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理解别人的审美。懂吗？就像别人，但也不能是审美吧？我觉得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人家要捧他。就是不是啊？我是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就像你们一样，对，我看，就像别人说的，就像别人说的，说的一样，就是就像你看你都能知道一个。千人骑万人踏的一个就这么一个人，你自己都知道是吧？你连你们都知道的一个情况，那别人不知道吗？那该睡还是睡啊？该包还不一样包？也是哈。你也很难理解，那难道他们不知道脏吗？也是哈。那有没有可能都一样脏呢？你就很。就是怎么讲呢？你们不能说什么？那都一样，都一样的话，那为什么不能找个干净的？我就是没办法理解。难道是因为他们便宜吗？人家还是怎么？可是他们不是便宜的比他们便宜的多的是，是吧？比他们便宜，然后比他们干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一直睡呢？我不明白，反正就是比他们便宜，比他们干净的人多的是，但是我不明白，所以我也不明白。你别问，别问就是下降头，我都感觉他们是不是就是吃错药的那种？对呀、啊，而且还就是挺，还就是还是还挺宠的，你知道吗？对，关键是每次上位的时候，哇，都稳坐后宫。对啊，你那不是啊？我觉得你很难理解。我觉得干净的还是会有愿意的，你给钱多，但到一定程度了以后还是会心动的，真的不骗你们。那为什么那些像那种刚进来的、刚进娱乐圈的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年轻的小孩、小男孩，那人家是干净的，那人家肯定愿意啊。你而且要价还不会那么高，对吧？关键是你给的资源，你都是那种叫顺手给的那种，是吧？对啊，就都可以，甚至可以就是说是顺手给的那种，你还不用说是特地还要搞一个投资一个，如果就是假设你是那种男主，是不是？对啊，假设你是那种刚进圈的小朋友，或者是糊的那种人。你都不需要给这么多资源的，对不对？哎呀，我之前都跟他们讲了，说我之前的时候也有听他们讲说，彭，我感觉做他的粉丝可能会很倒霉。
就之前有听他们有讲，他老是做一些就做一些借院的事，是吧？这他确实是做这个事是吧？有确实有做，真的确实有做，有效果吗？那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那你看看，反正他每次出事都要做一次，真的。就关键是他的那些粉丝真的不想说，就是就傻傻的也去，然后经常他的那些什么粉丝会，就是那个什么红神那个什么事情是吧？那个已经是以前刚出事的时候，就是那个2027年那个事情，那个已经是借运过一次，到后来那个微微翻车之后嘛，不是又租了一个地方做一个那个转运灵堂。然后让他粉丝去拜，都不用说是什么红绳的，只是进去拜或者干什么的，烧香什么之类的那种啊，有就是去做这些。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吞这些人的运。你有时候你也不想讲这种说什么什么封建迷信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但是他们确实做这个事儿，但是而且有成果。有，对，就是人家有做，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成果是不是跟这有关系，这就不好说。但是不好说，但是人家真有做，关键是真转了，就是人家他们实际上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些所谓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它确实是也发生了，但是他还是躲不去的，确实也躲过去了，你知道吗？但是你躲过去呢？躲过去呢，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儿，对，你不能说他因为这个事儿，不一定，但是我们只能说这两件事情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说这两件事实之间是不是有关联，那我们就不好说了，是不是必然的关系，是不是他就是你他有可能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必然关系，对，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原因在。对，不是你可能是因为这个，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但是反正这个事情 是做了，确实是做了。对，就是说这第一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都是事实发生的，他确实是做过，而且他确实也出了点事情，对吧？但是呢，他也确实是现在又缓过来了，又活过来了。那么活过来的原因呢，我们不能说是因为第一件事情而活过来，对吧？但是他每一次都每一次都有做是吧？对，他每一次都有，是每一次都做了以后，然后就换运气了，真的不骗你们。然后，但是真的，他之前的时候已经快死了，然后就是做的那个，他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要花钱呢？这个钱从哪里来的呢？说大师的怎么找呢？你哪知道啊？就像人家养小鬼的那种，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渠道啊。你问这种，我上班上学，咱又不搞这种是吧？但如果就假设他确实有这个渠道，然后确实有这个，因为我是觉得肯定是有这种人，是有这种很厉害的人，是肯定会存在的。那确实，如果是成功的话，那确实也挺害怕的，也挺吓人的。他有那么多粉丝，这些粉丝怎么会就一直都在这里呢？就一直就是啊，就是不离不弃。你别提了，我现在看到孔导这样子我都害怕，真的不骗你们，就觉得算了，就是咱们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是秉持着就是不要说这种方面，不用解释这么多，反正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干过，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不知道，我就这么直白说吧，反正我也不写，我也不会那个，我也不会说是怎样，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做过，确实是也是做过，又经不起查。是。反正真的，他有些事情他也经不起查，所以就不是特别想。对，确实也挺难说的，但是只能说，我确实是发现他，你没发现他之前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没什么消息了。然后忽然又开始又有消息了，对吧？就是他和那个返场不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嘛？是有一段时间是没什么消息，只有一些存货啊什么东西的。后来突然有一天又开始就拍这个拍那儿。你不只是那个阿鹏啊，返场也做这种事的。
懂吧？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就是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嗯，但是你就会发现那些面相各方面的那种啊，就是越来越变，越来越变化。那些人很明显就是做了的，不骗你们。嗯，就有一些东西你不用信，但是你不要否认，懂吧？就是有些事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就是不要否认它就可以了。反正唉，就是就很就叹了一口长气，就唉，这什么鬼啊？那这种走捷径的这种东西，哎，你甚至都不要说什么好，是不是 ？KK， 嗯，对啊，就是这种怎么说呢？我是觉得肯定会有，也肯定会，可能应该是会有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也不要太过于接触这种的。哎，反正我是对吧，就是大家都感觉就是在可能今年之前嘛，可能是他们确实是销声匿迹了，真的是没什么消息，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又开始，特别最近又开始，我跟你说，我就是突然间就开始这个代言那个代言，而且还都是新的，就是那种不，而且还有又拍又有剧拍又啥的，确实是有的。哎，没不管了，跟我们没多大关系，我们家不兴这种。嗯，我那天看，你知道咱爸那个就是吴明宇那个戒指，真的是他是拿不下来了，你知道吗？他那个戒指就一直都是放在吴明宇上，然后。我们说是不是他要遮那个他那个戒痕啊？他就只戴无名指，不一直戴呀、啊，奇怪神奇。对啊，因为就是我说他是不是因为他平时不是一直戴那个绿的螺母嘛，然后他就不是有戒痕嘛，然后他就出活动，他就把那个梅西卡就戴到这个无名指上遮一遮。他那个梅西卡比较大，知道不？因为他六角螺母的那个痕迹就是那个是。戒痕很明显的，对呀、啊，这真的很明显。他估计你看他白天上班就是开拍戏，他又不能戴，然后晚上就拼命的戴，是吧？每天晚上就拼命的戴着，然后拍戏的时候我都觉得蛮懒得讲这种的了，因为他这个戒指一直都是在身上的，就一直都在身上呀。对，一直都在身上，拍戏的时候会摘，这不代表他上下班的时候都不戴，在家里面不戴是吧？他其实日常的时候一直都有戴呀、啊，这个不需要讲了吧？嗯，一直有戴，我是说他来来回回，拖来拖去的，然后还得保持每天要记住，今天上班不能戴，下班了就戴上，然后就是来来回回就是这样。对，就。他自己也记得，反正我就觉得你哪天丢了别哭就行了。那肯定不能丢，他肯定不能丢呀。然后他现在正好有梅西卡嘛，然后梅西卡就是一直放在那里。因为我正好今天看到一个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说好像是哪一个男明星吧，然后就是在弄那个就是。就出席活动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工作人员让他戴那个戒指嘛，然后他就自己随手一戴到无名指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可能是他的经纪人或什么，说这个手指不能戴，这个手指无名指你不能戴啊，戴到就是左手也不能戴，右手也不能戴，然后其他各个手指都有原因不能戴，然后他最后只能选了食指可以戴，也就像中指他又不能戴，就变成最后就说。就是找了一圈，最后敲定下来，我只能戴食指，然后就是特别应景，你知道吗？就咱爸就是属于是不戴无名指不行的那种。他还戴着螺母呀，他肯定还戴螺母啊。然后那个梅西卡就是那个现在就代言的时候会戴。平时还是螺母啊。他平时其实我发现就是那个
发现其实这些戒指其实也没有那么耐戴的，发现没有？就是你经常戴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磨损的。那它会有，还是因为你毕竟常戴的话，肯定是会有的呀。对，还是会有磨损的。嗯。什么戒指那么多？确实啊，它戒指确实是很多的。在他心里面，六角螺母是非常非常就是 top 级的，你知道吧？他觉得六角螺母是咱妈送给他的这个戒指，所以他在他心中，六角螺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枚戒指。但是 Tasaki 的那个质量不太好。你看质量的话，肯定是他现在先代言的这个会好一点的，这不骗你们。就是质量，嗯，质量的话是新代言的，这个会好一点。嗯，像咱妈就会戴那个别，会戴那个素戒嘛。但磨损倒不至于吧，就是可能会，可能会就是没有那么亮吧。它就没有那么亮，要经常保养或者洗干什么的。嗯。咱妈那个分层它分出来了没有啊？哎，没听，没有消息。就没也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干嘛是吧？对，最近不知道在干什么，没消息。现在最近也不是那么热嘞。可以搞点别的花样来，可以让他找点别的乐子玩了。我估计他应该那个分层应该没法成功，所以就没有消息，可能就完厌了，就放一边去了。是真的，有没有？哎，怎么讲呢？我的感觉他也没那么快，都没那么容易放弃。才一定要那个啥是吧？对、啊、哦对啊，因为他不是在横店吗？他应该可以跟乔振宇一起去打高尔夫诶。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不认识呢？是不是？对啊，就是他们是认识呀，他们之前有说过呀，认识呀。对呀、啊。对，有可能去约高尔夫呢。没有消息，没有问啊、哦。嗯。没有问这些他的一些事儿。最近好像有一点点降温。对啊，就是因为最近是有点降温了呀，没有以前那么没有前面那么热了。对，但是还是热。他最近也不知道他出不出门了，因为也没有空，你们汤也没有怎么出现。嗯，估计也不出门，估计应该不一定吧，因为虽然没那么热，但是还是会有点热的。对啊，这空调还是离不了啊。对的。但是可能过两天，过段时间，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凉快一点，到中秋节的话就凉快一点。对啊，他们之前有认识的呀，他跟乔振宇有认识呀，然后乔振宇打高尔夫呀。有认识啊，原本的时候就认识，然后后面打高尔夫的时候也熟啊，还有释小龙，他们这几个是有工会的。嗯。之前有提过吧，就是打高尔夫都那个，有，还有释小龙，嗯，那几个都认识，嗯，他们打高尔夫基本上同一个圈子的，起码都熟悉的。高尔夫都晒得好黑，那乔振宇也挺黑的呀。对啊，高尔夫这个咱吴姐有话语权的，这毕竟还打过一段时间。就算你再怎么防晒，你再怎么好好防晒，没什么用，它还是该黑还是黑。就相当于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晒个几个小时，你再打高尔夫跟打网球的都很黑，因为网球也是室外活动，暴晒的一个室外活动，然后高尔夫也是一个室外的，但是打起来的时候比较耗体力的是网球。嗯，对。高尔夫没那么高强度，但是他要站很长时间嘛，
他的时间会比较久。嗯，因为他打出去的时候是可以坐车过去嘛，可以开小车。羽毛球可以在室内打的呀，谁羽毛球在室外打羽毛球啊？当然在室内哦。篮球、足球，篮球室内打的呀。足球的话，足球是黑的。他现在应该也没有那么黑了，因为他如果不怎么出门的话，他又养回来了，也不会像之前那个奥利奥了。他估计应该会养白一点。奥利奥。奥利奥没有，他现在的手没有像之前那样子啊。以前的时候是真不注意，关键是高尔夫的手套它是露指的是吧？对，露指，然后它是那种露指，露那个虎口啊，跟那些指头的出来的。如果戴的时候哇，黑的还不均匀，我跟你说。嗯，是的。就后面你们都说他守奥利奥，然后他其实也很注意这个。他之前都没不关心这个，他之前就是打就打，然后就完全不在意他到底黑不黑。对呀、啊，然后自从比较糙的呀。对，然后自从谈恋爱了以后，就发现哎，好像是应该得注意注意。嗯，对，就谈恋爱了以后就比较在意这些细节。嗯。最近应该也没怎么出门吧，之前可能不那么热的时候可能会出门去打高尔夫吧。他不是每天不是要运动吗？运动完以后可能去打一打。什么？我觉得就是他能不能离粉丝远一点？你说谁？你妈妈？对，就还好吧，还好吧，比较接地气。不是，主要是他以前的时候也没想过就是会突然间红这件事啊，是吧？你就是以前、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是吧？就以前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就距离有距离感，没距离感才会让以前的时候的水母那么的有恃无恐，就是指手画脚什么之类的嘛。他因为就以前的时候比较懂的都懂啊，这么讲。嗯，是。他以前的时候确实是会，确实是会比走的比较贱，但后面他红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好。嗯，他之前不是在那个就是自己账号上不是发过吗？就是那种，就是他们不是叫他禁足啊，叫他什么的，还不是说要删了微博嘛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他的粉丝并不是他想的那么好，对不对？就是很其实多数也是为他好，但是真正就是跟他相伴多年的那一些，就是知道他恋爱了以后，就是其实就是后面吧，我觉得更多的是接受，后面的时候是更多的是接受了，就只有一些。就是一些你们也懂的，就一些会比较自以为是的一些人，嗯，会比较觉得自己在管啊，或者是干什么的那种。哎，我还是那句吧，就是其实像你爸这样子也挺好的。也是，我也觉得。就是一开始红的时候，他自己的存粉就没那么多，然后他就是可以就是愿意在意的就不用很多，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些就是后面来的这些人是冲什么来的，嗯，就不会像一开始的时候很糊的时候，别人就是有存粉这样子做包容。你们会发现，其实一开始陪着他们难比较难的时候过来的这些。粉丝就是伪粉啊，哦，其实各方面是真的很尊重他们的，就是有一些海贼啊，就会比较用什么挑剔眼光看，其实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正常人还是比较多，对，会
就是更多的是接受了以后会用比较挑剔的眼光来看你爸的那一种，然后其他人吧，就我反正我就一言难尽，就是那些新粉上的那些，会比较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但是这也很正常，因为很多人也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过来喜欢你，他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喜欢的是幻觉嘛。嗯，哎，你知不知道他把那个，就是因为前面有看到嘛，你知不知道他把那些就是所谓的做旧的鞋子都给他全部都刷白了，你知道吗？你爸爸？嗯，就他上下班的时候，他有几次穿的那个鞋子是做旧款，就是上面做旧的脏脏脏的脏脏鞋，然后都出来的时候都是。就是崭新的白底的那种鞋子，买了漂白粉啊，买了漂白粉吗？为什么要把它？它明明是它应该就是品牌送他的吧？就明明是那种脏脏鞋，他非要把它弄白的是什么意思呢？哎，你们别问，这种事情也不是他干得出来的。那不是他干的，还是谁干的？那你们说还能，你们还说哪还能谁干呢？真的是，你有人拿什么漂白粉当洗衣粉的，漂白粉呢、啊、当洗衣粉的那种 C， 然后那我记得好像是用爆炸盐洗袜子，我就是把那袜子全部染完了，我也是服气的。不是吧，咱妈这么那个吧，不是没事干的时候总想找事做，然后一找事做以后的话就会闯祸，然后后面就不太让他靠近这些，然后的话你爸又觉得买都买回来了哦，然后就是还是鞋那地鞋子还是白白的，然后干什么的比较好一点的干嘛的，然后就你们都懂，然后干脆全洗了那种。你爸就是那种强迫症啊，洗了以后他就要全部都洗完。他用爆炸盐洗袜子不就抓的都白费了吗？嗯，就是你得亏是白袜子多啊。但是有黑袜子，然后就遭殃了呀。嗯，对呀、啊，肯定呀、啊。就爆炸盐还好，他你妈过分的是用的是漂白粉，就用漂白粉当洗衣粉去洗他的鞋子吗？还有衣服呢，他有几件衣服都用不了，都穿不了了。那个 T 恤啊，你们会发现他怎么哎，就感觉就有些衣服，不过也是衣服多，也不在乎那一两件。我就说他为什么明明人家那个品牌那个衣服那个鞋子都是脏脏鞋，都是那种破旧款，然后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干净，底都洗得特别干净。我还想他哪有这个功夫？他就是因为没事干了以后才去弄那个才去弄什么果子的、啊。那你想想看，你爸为什么突然就是忍了，也就是宁愿他去砸西瓜汁都不愿意他再做别的了呢？原来这个炸西瓜汁前车之鉴是他把那些东西都弄成这个样子，是吗？你得让你这样他有点事做啊，不然他会霍霍别的。哎，你也不能说霍霍吧，反正差不多。我还想了是不是就是当咱爸把那个脏脏鞋穿成。特别雪白的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已经强迫症到连脏脏鞋都看不上眼，他一定要把它弄得非常雪白，他才能穿出来。我们还这么开呢，款式还是会尊重的呀，是吧？然后我们还说他每天这么辛苦的上下班，然后回去还要在家里面刷鞋子，我觉得他真的蛮空的。然后结果你一说不是，是不小心全部都搞白了。不是，就是，我说实在的，因为那个鞋，他看有些鞋，它真的是像那种做旧款的时候的话，它又不是那种旧款呀，它又不是那种运动鞋的那种感觉，知道吧？然后他对他就会，你妈就会以为他穿的去那个片场的时候脏干嘛的？你真的就是想做点事，真的就是想做点事，还以为是去穿脏了。然后你也知道，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妈会去洗，会动手洗什么之类的吧？嗯，就不会啊，是不是？不会啊，所以他就拿着那个漂白粉在那边就是泡他呀。
能理解，真的很，你这么一说就合理了，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他泡了以前的时候，对他泡了以后他就溜他，你有什么办法？你有时候你，我有时候说，我就说有时候对你妈的时候要有点包容心。那没办法，你得总得让他有点事情做，不然他无聊啊。他一无聊，你不找事给他做，以后的话他就想跑。你爸又想让他在那边陪主是吧？哦，你得有东西得给他霍霍，不然的话他就要么就回飞深圳，要么他就回去跟老人钓鱼，要么就去看什么私房菜。就是想，就更多的就是没陪着你，就没陪着你。想你嘴巴肯定会讲的，但是身体很诚实。嗯，是的，所以就给他找事情干，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把所有的鞋子都弄成了白色，是这意思吗？你也不能怪他是吧？他没事干啊，所以现在在榨果汁，就是希望他的那个兴趣能维持久一点，赶紧把这个戏给拍完了以后赶紧走人，他也很腻，好吧？然后他前段时间有去那个马场啊，前段时间有去那个马场骑，你妈真的很爱骑。啊，就横店的马场吗？对对，就去骑马就纵横，所以他就很，你妈就很想去内蒙。你爸就得给他找事做，对，你爸就得给他找事做，不然的话他就想去内蒙那边去骑马，去干嘛的？去溜达。你妈以前的时候就很爱溜达呀，也不可能谈恋爱了以后就转性啊。嗯嗯嗯，是。他骑马很稳的，只看了就双腿夹马腹，单手牵引绳，还扬鞭呢。他骑马是真的很就是马术很好。你爸那马术真的是你妈看的都想笑。确实，这在他看来，咱爸这个马术是不行的。就你爸的这个马术在行业内就是比他同期的这些人厉害很多，但是跟你妈的比的时候是没法比的。你妈就是可以在马上就是舞刀弄枪的拍动作，懂不？就很稳嘛。他跟我见过就是骑马骑得很漂亮的，一个是吴奇隆，一个是钟汉良，还有一个就是你妈。你知道什么叫骑马骑得漂亮的吗？就是他有一些人他骑马的时候很飒，但是的话他你会感觉他是在那个马背上就颠来颠去的那种啊，哦，那个屁股然后颠来颠去的那种。你们知道就是骑马功夫很好的那些人的话，基本上是就是屁股只是搭一下那个，只是会搭一下他的那个马鞍，他更多的是双脚加马腹。双脚加马腹，然后踩的那个钉扣会就是双脚发力，知道吧？双脚发力，然后会比较稳了以后的话，这样子的话他站起来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防震，就是他颠的时候的话就不会一直颠到屁股，然后他身形都很稳。其实这个样子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单手那个拉马绳的，就可以一直狂奔，就很稳。铁定是吧？我是就他真的就是用双脚是夹马腹的那种，然后屁股就是我仰起来的那种然后减速下来是才会坐下来的。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他减速的时候他才会坐下来。如果说是他的在那个就是骑马的时候加速的那个情况下面的扬鞭的一个情况下，他屁股是不会坐在那个马鞍上面的，然后就会一直跑的那种。然后他要拉马开始减速的时候的话，他就会坐下去了。就是哪一种人骑马会觉得让你觉得屁股很疼又很累的？就窦骁他骑马也很帅啊，但是窦骁的跟那个吕就吴磊的那个骑马姿势会让人觉得累，懂吧？累，怎么累啊？就会颠，特别颠，颠不？之前那个。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去那个马，就是穿那个马术的那马术服的那一场，就是当时还是猕猴桃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帅。就会骑，确实会骑。我发现你妈就是她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哇，就很精，就是她一直她就会把它推下足，做得很极致，你知道吧？对，她会下足功夫来，会很。下足功夫，又很认真的把这件事给做好。你妈是这样子的人。
对啊，他想把一件事情给做好的时候的话，他是真的会很用心。形象都很帅，但是特别精致。对啊，是啊，他是属于精致型的。什么？除了钢琴，就是其实钢琴还好吧，好不好？你弹钢琴都没人，都没人家，都没你妈好，还敢嫌弃？哇，你们到底哪来的资本还嫌弃你妈弹钢琴？你妈其实还也你妈会的好不好？对啊，这是九不，只是不弹，不那么精通，但是他弹个一两首还是可以的。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很久没弹了，懂吗？明白意思吧？就是生疏，你再让他找一点感觉，还是能找回来的。但是就会有一种就是牛弹琴的。啊，对不起，子涵，是真的会让人觉得有点牛弹琴的感觉。嗯，好了啦，我一会儿再形容会被你们打死的，我破坏你妈的形象是吧？对，但他其实做什么都挺好的，除了厨房和家务。他家务跟厨房真的天生没这根弦的，还是算了吧。真的摇过，有时候真的很讲说你摇过的是厨房嘛，真的是。就是也需要这么多年才让他就是很清楚的意识到，他好像是真的现在不太擅长。他现在这个清楚的意识到他不擅长了吗？我感觉他还没有吧。就是只是因为闯祸太多，然后心虚而已。他并没有觉得对啊，是他还是觉得。对啊，他还是觉得他很，他还是觉得他还是觉得他很强的。他能做，对，他是觉得他还是能做的，就但是因为闯了太多祸的一个原因，然后就是导致又不得不收手，懂吗？只是收手了而已，是吧？他只是把这份心先收起来了，下次有机会他还是会去做的。你给他机会，他还是愿意的呀，哎。对啊，你真的就有点。是，确实是有点无话可说的。嗯，现在他肯定找他现在厨房技术肯定是提高不了，因为都已经禁止他进去了。他做一次就把家里面电器都搞坏一次，那谁还让他去做呢？哎，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嗯，你刚刚都听到了吧？就不跟你重复了。我没听到啊，你洗澡去了。哎，我刚刚说了，咱们可刚刚聊了好多咱爸妈的事情，我不想跟你重复。哼，不重复不重复，那最后我还是得慢慢让他说出来。哦，我可以给你重复一个，就是你知道咱爸那些脏鞋为什么会变成白色吗？因为俺妈刷的。是因为咱妈以为他这个鞋子是弄脏了，然后这就。一起放到那个盆里面，然后拿那个漂白粉全部漂爆炸盐什么漂白粉一看就不做家爆炸盐是那个啊就是哎爆炸盐是那个袜子他那个袜子没眼看它是两个东西啊就爆炸盐它是洗的袜子把那个白袜子黑袜子都搞废了然后鞋是用漂白粉全部刷的非常白。他就非得在家务上打开发一个领域哦。对啊，你怎么说呢？你就很他一直很想把这个窗打开，可是他这个窗是焊死的，打不开。就是在这一家子里面，家务分很多种，要不再开发点别的，比方说电器维修什么的。你算了吧，他跟电器肯定无缘，别说了。我觉得他们弹幕上说让他去织个毛衣，我觉得应该也可以，他毛衣应该可以。什么呀？弄毛衣还不如搞十字绣，是不是？不是，是你们有毒，是你们有毒还是他有毒？我就觉得是你们有毒，好吧？嗯哼，你想搞电器，你还记得吗？之前不是在。
是前两年在横店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电视机给弄碎了吗？就是他吗？算了吧，算了吧。哎呦，你就是他，哎，你就让他砸果汁吧，你就让他砸果汁吧，不然的话他就会想，就他前段时间有去骑马，他就一直说你爸这个戏拍的太慢了，他想去内蒙。哦，对啊，你爸就得让他有点事情霍霍啊，他不霍霍的话，他真的会那个的，他真的会自己去那个。去内蒙那边把你爸给抛下去骑马的，因为他在横店那边很无聊，啥事干不了。对，那你爸又怎么讲呢，也知道很敬业，阿爸很敬业的，你爸又觉得确实是约着他了嘛，所以又就是约束嘛，就限制他了，也觉得也没有什么，所以他把那鞋刷完了以后，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说他干得好啊，是吧。你先穿的脏脏鞋，他就觉得他爸的鞋是脏的、哦。哎，对啊，他说他怕，他以为他是在现场弄脏了，然后回来他想给他洗了，然后他又不是洗鞋的人，他就把所有鞋子都放在一起，然后直接拿出来。不是，主要是你爸那些鞋子过来的时候的话，都是就是别人就是送过来的嘛，他送过来的时候的话都是带着那些鞋盒什么之类的，你妈都不屑看，知道不？不是他看一下才知道是款式的，他都不看。这一回来，你爸拖着放鞋柜了，他就会看鞋柜那边的，他不看那个。我告诉你，刷完那鞋子，阿爸看完了以后，第一翻肯定是这鞋子质量不好，明明是脏脏鞋，怎么还能刷掉？没，就洗完了以后，他还要夸的呀，说哇，就是这个鞋好，就脏，你还洗的那么干净，那很厉害呀、啊。嗯，其实我以为，对啊，你也无话可说嘛，真的，我没想过能把那些就是粗浅的做旧的那些染的颜色都能给漂到，都能把这个漂白了，所以就是你爸用一个事情告诉你们，就是有这钱也别买牌子，我谢谢你。这牌子的质量就是这么 low 耶，真的，你花钱买一个那种30来40来块钱的那个质量都比这个好，真不骗你们。嗯，他今天穿那件镂空的衣服也挺灾难的，这也不是，这是一般人类也穿不了。没有啊，他后面他在做内搭的时候就也很不错了，好不好？就是我只能说他那件衣服，你得亏是龚俊了，你是别人的话都觉得，哎，这擦边擦的也太过分了。然后就关键是，你就是擦边也不好看的是吧？哦，这擦的也不好看，就那这个他里面的内搭加外边的这个，就是如果这人皮色不白的话，白的话你就反黑。哦，对，就会显得这个人就很黑，就超级无敌黑，就是那个脸会甚至会有一点硬了一点点的那种金的那种，就是特别那个灯光再狠一点的话，就是灾难。你别说哈，你还别说 ，KK 这手机其实拍出来了他的感觉，嗯，就是和他的官摄他自己发的和就工作室那个比起来，哎、你拍的那个更好看，能看出来他脸小，他是真白呀。是的，是的。那是我其实拍的时候用原相机会更好的呢。嗯，是的，用原相机会更好，不要有什么美颜，我把它棱角给磨了。对，我刚才听了一耳朵，你说他鼻子没有这么大，因为他脸小啊。嗯，没有，其实我是有时候我是觉得视觉的问题。嗯，他鼻子是在五官里面啊，在他的五官里面是有点，就是在照映照上面看的时候是有点大的，但是没有顶不住他挺。顶不住他挺着就不会那么的突兀，就是现在的那个也没有像照片的时候显得那么突兀。那个《暗河传》，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代拍，把那个常华森放在他旁边，其实常华森的鼻梁子也不低，就是侧面棱角也挺硬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比起来就是有邪气。不是他，你得看一个是。比例以后还要看流畅度，知道不？对对对对，不是说鼻子它挺它就好看。你看现在那些做整容的够挺吧？哦，但是还不是一样，就是在那脸上然后看的时候哪里比例都不对，对吧？它流畅就整个脸部的一个五官还有一个肌肉走向的一个流畅性，它就是它就那个分布就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它挺那也不好看，懂吧？它挺也不好看。啊，我打个比方，就像杨紫的，嗯。那杨紫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五官走向不流畅，所以不好看。又打打
因为他本身的嘴巴就小是吧，哦，他原本他的嘴巴就小，哦，就是杨紫的他本身嘴巴就小，还有脸本身也小，因为他的脸本身就是一个小鹅蛋脸。但是你们看到没有，就是他做了什么的呀，他就是他弄了那个鼻子，把那个鼻梁跟三根给弄上去了。给弄上去了以后的话，就是那三根那里就显得很突兀，以后额头那里就要打填充。打填充以后感觉怪怪的，又得打一下苹果肌。因为杨紫啊，对杨紫啊，如果说是他原本的原本的样子，其实瘦下来就好看了。他只是缺一个好的造型师而已，跟他五官没有多大关系，你懂不？他一动了，杨紫，对他一动了以后，就是戏路受限了，年纪上去了以后的话，会资源会越来越低的，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是他原本就是在追求的一个，就是有剧拍，有戏拍，还干什么的，就要有一直会有戏拍什么之类。如果说是他走轻艺派的时候，他不缺戏的，知道吧？就是他给我一种感觉，执着女主角，他是家有儿女成就了他，对吧？对吧？但是我感觉他在恨那个角色，他在想尽一切办法跟那个角色切割。但是你就没有好好的一个利用一个观众缘呐？我就说你他的团队跟他人，他人都有一点偏执了，就是有点神经质了。怎么讲呢？因为就是你发现没有，其实很多明星的团队里面的话，有脑子的，如果但凡有一个做决策的人有点脑子的话，就不会显得就整个圈子都是一股流氓味儿，就那样子的。你如果说是我给他做经纪人的时候，我不会给他执着女主。我不会给他执着女主的，因为现在不只是现在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的剧本类型的时候，其实配角有一些配角也是很出彩的，是吧？也是很出彩的，然后群像的一些也很出彩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团队，我第一件事情不允许的就是他去整容。因为他一整容了以后，就会跟后面就是只想着前十年，会不想后十年了。不想后十年了，真的。你一旦整容过了以后，你就要不停的要维修，对，不停的维修，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又不一样，然后你的微表情，然后你本身就灵动的东西就是淡就没了。你一旦上了35，快到40左右的时候，快到40什么，你可选择的东西就不多了，然后你又硬凹你又硬凹说要咖位什么，要女主什么之类型的，你觉得到时候谁会花钱请你一个脸部僵硬的一个人来演一个什么甜甜美美的什么爱情剧类型的，可替代性太强了，知道吗？你知道就是在演艺圈里面有哪样的东西是完全取代不了的，就是演技。他有，曾经有吧。就是我是说有一些东西是取代不了的，一个就是演技。我如果说是别人取代得了你的话，也还把那个角色给撑下来，就说明人家也是有两把刷子，是不是？就如果说人家没两把刷子，他接不下来的这个戏的时候，对别人来说他就是个灾难，就是那种灾难性的呀。但如果说别人接下来了以后，你只能说人家有手段，人家也有这个能力把他给承接了，是不是？对，他是有这个前提的呀。你看我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我比较心我可能我不想毒奶啊，但是我陈都灵你要不要恨我，陈都灵你不要恨我，我不毒奶，是其实我蛮欣赏你的，就陈都灵他是为数不多让我觉得就是他清醒团队也清醒的人，他的颜值他的团队还有他的资本完全是可以接女主的一些戏的，然后女主角的一些戏类型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他的团队会比较偏执于找配角，然后人设比较出彩的一些人，然后哪怕戏份少他都会愿意降身价去做这些，然后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发现以前陈都灵演戏的时候很呆板，然后但是他在努力的下足功夫，知道吧？他在努力的下足功夫，然后你会发现就是现在陈都灵的演技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是那个妖狐里面的那个狐妖里面的一个狐妖啊，对，就是陈都灵，就是树鹏那个左耳的那个，因为他原本他就不是院校出身，知道吧？他不是院校出身的，就是他是无意间被树鹏看见的时候去演的树鹏的戏，
然后他刚开始接触这个圈子，然后他在拍他以前的戏，他什么电视剧那种什么《七月与安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演戏很木，很木，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花瓶。对，你就会像一个花瓶。但是你最近发现，你最近你在留意他的戏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眼睛有光了，懂吗？他眼睛有光了，什么太瘦了，就是我发现现在女明星太瘦跟女明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是整个环境的一个畸形啊。你等他允许人丰盈的时候哈，不用你讲，他也想多吃两口饭。真的，女明星比你都想多吃两口饭。但是现在什么都是放什么放大荧幕类型的，就不断的要求你上镜要显瘦，就是你上镜的时候看的时候还觉得还很正常，但是现实中的时候风吹肚倒的那种。嗯，懂不？他陈都灵长得还不咋地啊，真的是，我有陈都灵这张脸，我也觉得蛮满意的，好不好？虽然说也不缺，只能算。就陈都灵，首先他不缺，特别好看吗？他不缺样貌，你得相信大众审美，就是陈都灵他不缺样貌，但是你说他是顶尖美人吗？他不是，但是他不会，就是你在他身上就是看不到杨紫对外貌的一个。自卑，说白就是自卑。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拎的比较轻。你会发现现在他的演技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你原本看好的人那个演技慢慢的呆板，然后慢慢的流失。啊，我以前我看陈都灵演戏的时候没感觉到他眼睛里面有戏的，然后现在的时候你会发现，眼睛有光了，就演员需要就是这个灵光。嗯，需要，而且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就你知道吗？就有时候我还是觉得读点书是好的。对，我就是这种感觉。读点书是好的，就是读书啊，他有文化的一些人，就是甚至他不是院校出身的这些，就是这一类的人的话，一个是你看待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荣辱的一些东西，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虚荣的这些东西的话，他看待的时候的话，他总是会比没文化的人要好很多的。我也不是说表演系的人没文化哦，不是说表演系的人没文化，只是说大家你表演系的时候就是侧重的是去做表演是吧，哦，他本身他就不是院校系的。是不，他不是院校系，他是学了别的专业出来的时候再去做院校，再去拍戏的时候的话，他看待这个繁华的这个圈子，他总会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嗯，就是你就像你就拿你自己来看待这个圈子，其实代入一下，他没比你聪明多少的，你怎么看待这个圈子？然后他身处这个圈子的以后的话。你能想到的东西就未必他就想不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各方面的时候，他没有像，我不说，我不采疑捧疑啊。他跟杨紫，你在杨紫身上很明显的看到功利心，非常急，就是功利，非常急。但是你在陈都灵身上就看不到这种，但是就是焦虑感呢，知道吧？就是焦虑感。然后他以他的一个团队，还有以他的一个公司资本，还有以他的一个就是样貌，还有一个就是观众缘的一个情况，他完全是可以演那种女主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他其实就是从女主转向女配的，你发现没有，他就是从女主转向女配的。你看，就是一般正常的人演了女主，就是女一之后还都是女一，你突然间让他去转，演女配，演女配，他是接受不了的，知道吧？他是接受不了。就我打个比方，你让鞠婧祎去演女配，你看鞠婧祎愿意吗？啊，还有那个赵露思他们一些给人家做配，他愿意吗？是不是？但是陈都灵他，你没发现吗？他就是从女主角转过去做女配的。就你就会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就没有那种焦虑感，然后他就怎么讲呢？他选剧本，我发现了，他最近就是陈都灵啊，这些年选的剧本呢，他不看戏份，也不看番位的，你发现没有？他看的是人设，
懂吗？他看的是人设，就还可以。就是陈都灵啊，我不是奶你啊，我不是奶你，你别翻啊，你翻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我这张嘴巴以后别评论，就是觉得还可以的人了，别评论了，万一一翻了，我就完，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就毒奶。别怕，放心飞。是有事自己背。有事自己背。对啊，你没翻车也说不准。什么？我怕人家不愿意给他们做配，你没发现陈都灵都是降身价去做配的嘛？但是出效果了呀，你发现没有？出效果了。你看，你说实在的，入这个圈子还有这个时间类型的时候，陈都灵是比那个白鹿要早的，是吧？哦，然后资源呐、咖位什么类型的是比那个白鹿要高的吧？但是他去给白鹿做配去哦。他去跑去给白鹿做配哦，你想想看，他在意的是这些小花之间的一些竞争吗？没有，他比较 care 的是剧本的质量，还有剧本就是人呐、你会发现他拍的剧很烂，但是绝对烂不到他身上，而且唯一出彩的地方还是他。你发现没有？就是你看那个他跟那个罗云熙的演的那跟那个罗云熙跟那个白鹿演的那部剧，他不就是女配吗？还是恶毒反派。是不是还是恶毒反派的？但是这部剧就是所有人都在吐槽这个剧情，剧本真的很烂。那个男主角瘦的像个旧物一样哦，然后这女主角又是个神经病。就唯一出彩的地方还是个反派，就戏份也不多，戏份也不是特别多的那种。但唯一出彩就是他。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他接的剧本，你说的剧本有多好吗？一般般，但是出彩的都是他。聪明人呢？对。出彩的都是他，你看他最近演的不是演那个国民戏嘛，跟那个曾舜晞，那剧本也是稀巴烂，但是他也是唯一出彩的地方，就觉得很无，就是你有时候我还是送一句话给那些给这帮208，真的都读点书、哦，就不要张哲瀚捧了一本书了以后，话就全网嘲讽说他装读书人设，读书是好事儿是不是？那跟你们那难不成跟你们一样一群文盲吗？哎，心塞。阿妈现在在看什么书？她最近没怎么看书。嗯，也对。这果汁做的怎么样嘞？我刚不是跟你讲了，我也不知道啊。嗯。也没有。就也没有。看来就是固定在某一个水平，他就不努力了。没有，就是你们汤这边没有出声，你艾特他，反正就是你们汤现在已经学会了一个本事，就是他愿意出现就出现，你不愿意出现的话，你打的视频电话他都不理。哎呦，屌的嘞！对，现在屌的嘞，对啊，那苏总不就说了吗？哇，你发现你现在很大牌不？真的，我们也不是他的衣食父母，能怎样呢？对啊，你又不是他老板，你也不是他衣食父母，你艾特他的时候他不想理你，你还能怎么样？嗯，没办法，压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有时间，到处都是艳压通告。不过我跟你讲啊，有点脑子，你都可以开始拉踩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你不发点通告，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贵妃哦，你不要讲，把人家当成一朵白，就是小清纯呐、啊，是不是？当一部又艳压了，对，当一部剧，它变成唯一出彩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出彩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营业自己，什么时候营业自己啊？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用这两个词形容自己？艳压，所谓的艳压后面是群芳，其实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词是用在青楼上面的耶？对呀、啊，是不是贵妃哦？就是发现不是真的是不是很懂？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所以我才说嘛，多读点书嘛哦，就多读点书。说他的那个不管是他就是明星本人也好，团队的也稍微读点书，真的就窒息。阿姐，我想跟你吐槽啊，爸。我没看过别的男明星直播，阿妈除外啊，这俩人。他们那个状态，别的人也是那样吗？就是阿爸、就今天他直播，他手里一直在玩那把梳子，从头玩到尾啊，盘的我觉得那是木头梳子，是不是都快出包浆了？
当然不是目标，不目的不是为了玩那把梳子，他就是手里必须有个东西。但是他直播的时候这种松弛感，我不知道品牌方会不会觉得他不认真。没有啊，你看啊，我要的不就是这种效果吗？其实不是，他好松弛，他就是不是，而且因为杨洋，不，我跟你讲，就其实品牌方啊，我跟你讲，这个还我还真熟。嗯，你说，我跟你讲，就是别的明星我不管，别的明星我不管，就是这种已经去到二三线咖的这种，然后又你得承认你爸流量真的。就是这种流量的类型的时候，哈，就是其实反而不愿，就是品牌方不太愿意绷着，然后也不太愿意就是做的就是那种，因为其实品牌方比你们谁，策划方比你们谁都知道，就是我金主是谁，然后他们想看什么，就难道就是你们愿意看的，就是他一本正经的，就是在介绍产品的以后，然后就是很没有很营业，不是，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在我其实我的问题是，这到底是品牌方说，哎，龚老师你可以放松一点，还是说这就是他？因为我跟你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杨洋。哎，对，是因为杨洋在身边，他是很放松的。只给了流程本，没有要求，而且这次都没有游戏，你知道吧？对啊，没有，这品牌方就只给流程而已，内容都没给，就是随便，就是让杨洋哥发挥呀。这俩人太熟了，对啊，就就是别人的直播我也没见过，不是这次你爸的这个直播都没花钱在外面买那个，就没在外面买物料，买策划方案，就直接公司内部这边，就是对接的现场，其实只跟现场那边就是做完就做好一个现场，还有一个直播的一个设备完了以后，他那流程都没有怎么设计的，就只告诉了一个就是流程，然后大概的时间，然后一个流程内容是怎么样，你 Q 完其实 Q 完了以后就是可以随便你聊，然后你聊不完的时候也没关系，就是我感觉也杨洋也有点不太习惯，就是突然间就是剧本。就给到的流程表也就是很少看到，简单，就一张纸。嗯，那你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我觉得跟阿妈一起的这个主播其实压力蛮大的，不是说这个人不好相处，是你要束缚着他。我说实在的啊，你爸跟你妈两个人对比的话，你妈还是很爱乱说话。对对对，就是你没有台本给他也没有关系的话，就是但是主持人你要、就是、给你制造点状况出来。没他你要时刻警惕他乱说话，他为什么乱说话呢？就是你妈要秀什么东西，然后嘴巴藏不住。就比如说他谈恋爱就是比如说他满脑子想着你爸或者干什么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他跟你聊着聊着，那就飞走了。就突然间来了一句：“你谈恋爱了没有啊？”就农、啊、突然间会给你来一句这种，要么就是突然间来了一句：“哎，我家里面什么的。”又突然间会来一句：“哎，我就是甚至有时候差点脱口而出那种，我男朋友什么的那种，就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哎。但是你爸就不会，就是你爸因为原本嘴就严，原本嘴就严，你得相信你妈是个大喇叭，藏不住事儿。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不能太跟你脱缰的野马一样、啊，你不太能跟哲瀚说秘密的，你跟他说秘密的话，就是下一秒工具立马知道，但工具可能不会说出去，但是立马下一秒汤就知道了，就是一旦就是让汤知道了，就相当于我们也知道，因为为什么就是全是喇叭，全是大嘴巴，真的。就主要就是这样子，藏不住秘密的，所以你不要跟他，你跟他讲这些话，你最好跟他讲一些就公开的秘密。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八卦。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突然有点不爽。阿妈就是那种就是超大水流的水龙头，开了以后撒不住。我觉得阿爸像个花洒，每一个眼儿都是他自己戳的。就是他想让在哪一块漏，他就是哪块漏。一个是花洒，一个是水龙头就行了。对呀、啊，就很烦，你知道吗？拦不住，一个拦不住。就是虽然说人家也给你录，是不是？但是你就是在想，我今天就想冲这块儿，你就给我这块出水行不行？他不，不是，我跟你讲，如果说是你妈，就是杨洋来做的一个采访型的时候啊，就是
就是杨洋更多的要做的就是哎，泽汉，我们再聊聊一下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泽汉，哎，我们就是哎，关于这个什么什么样的，就是杨洋会抛话题那种类型，然后尽量要把他思维给牵制住。但是跟你爸就不一样，他们两个聊天就很放松，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不太怕你爸出现状况，但是你爸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就是他跟杨洋如果聊到一定程度上头的时候的话，他你爸就会漏了。你等会儿，阿姐。嗯，那个我妈想去内蒙古。对啊，她是吧？对，她。然后今天这场直播，我今天终于哎逮了个头。她开头的时候是什么薰衣草，然后她就是说这个东西助眠，然后阿爸往后一靠，假装睡觉，然后醒过来说：“哎呀，我刚刚做了一个好长的梦。”那杨洋说：“那你现在给我讲出来，你现在就给我讲出来。”他说的好像就是去了什么什么什么草原。我没看直播，谢谢。我没看直播，嗯，谢谢。我没看啊，跟我没关系，谢谢。嗯，他说他要在薰衣草里打滚。我什么都没讲，谢谢。我跟龚俊其实不认识，等等，谢谢。就是，然后没有什么联系，真的。我没有看直播，谢谢。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些只是随口讲的，对，剧本，嗯，对对，我承认的，这是剧本，谢谢。对，最近你是不是有人偷偷给你点赞了？对，偷偷给我点赞，然后又给你们还给我送花什么的，是吧？就毕竟现在没钱，啥事都能干出来。对，就这么几毛，这一年六块钱这种事儿，那也是收入啊。啊，对，那也是收入。毕竟免税嘛，是不是？啊，对啊，免税就六块钱而已。对，我愿意给你们写剧本。哎，我也是凑巧一看啊，我也是凑巧想起来，这个我们俩没商量啊。因为我你不提这个，其实我都给忘了，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前段时间呢、啊、就是去就我不是讲他要去，他要给定他什么事情给他做，不然的话他坐不住。因为前段时间他天气很忙，他不是有下过一段雨嘛，然后天气会就凉了一会儿了，以后他就去跑马。他去跑马，跑回来以后就很畅快，然后就回来的时候跟你爸说，就是问你爸那个还有多久杀青嘛，然后发现还有一个多月，然后就想着就是说有点无聊的时候，他说他想去内蒙那边想骑马，今天去骑的时候不够那么畅快，就是那个马场没有像之前在内蒙那种的话，就可以在草坪上面的话就是杀老虎跑。嗯，就没那么过瘾。他说他想去，然后就主要是有时候是你妈说想去的时候，他真的会走的，说走就走呗。对，这是真的会走的那种。那地广人稀的，肯定碰不着闺女啊。就你不是你爸，啊、对你主要是你爸，那为什么要拴着老婆在裤腰带里面陪着上班？不就是因为他这个一个是进剧组，然后时间会可能会，如果说是没拴一块的时候哈，你妈如果说他不带你妈去剧组的话，你妈可能就下一秒北京，下一秒深圳，再一点可能回四川了，是吧？可能回成都了。嗯，他是这种的，就是天南海北的跑，关键是泽汉他也是那种闲不住的人。你喜欢玩儿、啊、对，所以你得给他找事做，然后后面就是天气热了他又不出门了，他就给他刷鞋了。你跟你讲，那你说这西瓜汁的事儿怪谁？搞不好还是我爸点的菜呢。不是啊，就是刷了鞋了以后的话，后面就是刷没了那种，就是都漂完了，漂完了就觉得没事干了，以后就觉得你爸就说热嘛什么之类的嘛，然后后面他就想着说，哎，我们搞点什么降暑，就是消暑的东西什么之类的，他就去研究了。你爸总不能跟他说。总会跟他说，哎，宝，你这个鞋原本它就旧的，你别刷了那种吧。你咋只能夸他说，哎呦，做的不错哦。原则木有的。对，你得夸点的，不然就是你不给他找点事情做的话，他要发泄呀、啊哎，对吧？哦，他无聊啊。然后放学了。对，然后你妈我你妈还得跟你们说一个。明天不也玩吗？不是，我是说，还有你妈真的得说个事儿、嗯，你就都知道为什么她会做一些就是要动手的事情呢？就是她打王者，她真的很菜。她还在努力哦，我都不玩了。她还在努力这件事情啊、哦，好执着。不到地主了吗？咱妈有没有玩那个黑悟空啊？没玩呢。
他打王者，你真的是看得起他。不是他打王者真的很菜，连汤都不如。真的，他去打辅助喽。我估计他还以为自己是个打野，不是，就是这真的是。真的是连你们汤都不如，说好的就是去打的时候，他跟汤一起去打的，然后汤MVP 的次数比他就是赢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躺的那种，然后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菜，知道吧？然后后面就是但是呢，有她老公菜在前，不是她、啊、后来是实在是不太好意思，因为一直在倔强，一直倔强。配、就是、你玩王者吗？我不玩啊，就死活都上不去。然后那个，你们汤马拉姑那个分享战绩，那个朋友圈，那就问他，哎，怎么最近有空玩这种东西啊？你还说我陪玩呢、啊？就是我跟你们讲啊，他原来直播气到半宿秀战绩的那次直播。在王者里面，安琪拉不用跟着赵云，赵云是所有的打野英雄里面唯一不需要，不也不是唯一，几乎不需，就那么几个不需要辅助跟的，他算一个，因为赵云是位移型的英雄，他完全不会死，他逃命的能力非常强，他还可以就是塔下杀人全身而退，因为他半肉，他就是容易。然后他直播的那一场连对面的人都在哄他，这事儿演不出来，他就是菜，他生气也没有用，好吧？你们不懂，我看了，而且当时醋精也看了，醋精直嘬牙花子，啊，这个就完全是因为你们喜欢他，就这么捧着是吗？在线的宝有玩王者的，知道赵云是什么样的英雄吧？他是半肉啊，那个意思就是切不死。他还能跑，就是有这个珠玉在前，阿妈在心里。第一，他盲信阿爸王者打得好，我老公牛逼。确实，因为他自己打烂。对，我老公牛逼。然后以这个为天花板，然后自己努力的话，可想而知了。但实际上他打的也不行，是吧？阿爸的那个赵云呢？嗯，就是菜狗啊。确实，就是匹配到这种赵云的话，我就想，我就直接投降了，我会不停的点投降。嗯，放弃吧，大哥。没有，这个事儿必须要说一下，这事儿跟滤镜无关，这事儿。就是我要说的话，我忒有点不要脸，因为这直播间里应该也有不少人。不是，你爸妈玩王者菜，这个是需要什么稳尊的吗？就是没法玩呐。电子竞技实力说话，菜就是原罪。这就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你妈能玩玩悟空呢？悟空好难的。他可以看，但是他不会玩。我觉得这个是悟空是需要操作的。我说实在的，你让我玩，我本来我觉得可能一两天可以通关的。你现在再给我，跟你讲，我七天都通不了，就老迷路啊，知道不？真的，一耙子老被打，我只会定身术，然后分身术。哎呀，是俺老师一棒。但是他倒不排除他们为了这个游戏再买个电脑。因为那显卡要强的话，这游戏太美了。也没有啊，主要那个腾讯那边也没有电脑啊，所以跟你说没玩了，真的是。我爸很厉害吧？你说啥？你说的是在船上吗？那应该什么？那王者我啊，行，哎，你爸强，就是比你妈跟你妈对比起来啊，你爸确实也厉害。就像你那我只能说了，就是你妈。排在那个倔强那里半个月，然后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们汤就是一起被锤，然后就不玩了，不玩了可以自己玩大乱斗啊，五分钟一盘。就是也但凡像他这样子有点好胜心的，都是单双排的，然后就是不好意思的才去骑马的。哎，你们就是硬玩，就是硬抬。我只能说电子竞技就是菜，就是原罪，实力说话，好不好？
对呀、啊，就是他差一点怎么了嘛、嗯？他差一点他也是走汗的啊，就差一点怎么？赵云怎么了嘛？是不是？那赵云，赵云匹配孙膑可以，就那个小翅膀，哎，套圈减速，然后赵云进场。对啊，你真的让你爸让你妈破防的一句话就是，这倔强还没上去啊，还在倔强啊。对，立马破防。妈，你练练那个孙膑，可以跟赵云搭配。不是搭不搭配？位移加速。就是你爸好歹也能上个钻石什么之类的，他一直倔强，你就问他最近脱离。no， 你这话可听不得。阿爸说了，他能上王者吗？啊，行吧，他王者，但是他老婆倔强啊。阿爸说了，他每天他朋友圈都在打游戏，都在玩游戏。你知道那段位就是之间差距太大，是不能双排的。就是你王者有个屁用啊，你老婆倔强。同学，就是你王者有个屁用啊，你老婆倔强，你老婆半个月倔强了上不去。嗯，就想单排的话不会打野就不要想了，没戏的。哎、你因为你会匹配到跟你一样觉得匹配一个强队能上去的菜鸡。还青铜，人家王者叫倔强好不好，真的是。啊，青铜是咱LOL 叫法，他那就对上不去就上不去。不是，我们在关键是你吹你爸王者有个屁用啊！他又不是带他老婆上去啊，他两个人单双排还排不了，那段位差距太大，排不了。如果他们双排的话，会被三个人一起喷，还不能开语音回嘴啊！哎呀，爸，我这扛不住了。你爸本来就是能赢的那种，我来啦，然后就一起双答应的那种。嗯，那不就是吗？你妈，你看你今天那菜的要死，完你看你今天，嗯，不是我说你妈，说你说菜的要死，完后羿还要人家汤马拉古玩咬，他玩啥？挂身上。然后赢的，你能敢相信赢的人家一个有虞姬，还有一个瑶，人家 MVP， 你就知道我多无语。等会儿他用后羿，汤用瑶站在他脑袋瓜子上，对面是甄姬是吗？哎，我管他是不是甄姬呢，反正就一直躺。他带着一个粘贴型的辅助，对面是个连连看，就是。就人家自己点菜嘛，他我就很想问他懂不懂什么。Oh my god！ 他我就很想问他懂不懂什么叫英雄克制，真的。嗯，但他们一直躺，他们还赢了人家吗？就是虞姬啊，不是我后羿打虞姬还好。不是，就是你们那个，我是说汤他做辅助，他打辅助，就是一直是那什么摇的，就是出这些挂身上的这种，就赢的你很难想象一个辅助拿 MVP， 你就知道就是那个汤有多忙了。辅助我玩辅助经常拿 MVP， 你就你知道拿 MVP 你自己玩你就知道啊，多忙了，一下打野一下子就射手，然后一会儿要是打野死了你没保好，那打野就喷你，然后你没把那个射手给保好的话，你那射手要喷你，是不是忙死了。然后就关键是要是然后我就很想说，我说他这只会后羿吗？他不会别的了吗？然后他那个汤给你来个鲁班七号，我说你是打鲁班，你打什么？吃饭睡觉打鲁班。哎，嗯，战撸嘛，后羿和鲁班都得战撸。就你一直就倔强啊！你就一个后羿，你不倔强做什么？你说的这几个英雄，说明他还真没玩多长时间。一上来白给的都不需要花钱，嗯啊，所以就一直倔强啊。你又说上不去花不了钱，对啊，就所以就一直倔强啊。一上来就安琪拉鲁班嘛。对啊，你倒是你倒是让他那个买什么全皮肤这种类型的，你真的他要是真上去的时候，你觉得他不会买吗？肯定啊，大把钱是吧？哦，皮肤是一定要买的，你得让他上去啊，是吧？你得让他上去啊，他想花钱都花不了啊。就是你懂吗？就差生文具多哇！那后羿的皮肤杠杠杠的满，我有时候我就很想问的，这后羿多厉害啊！就是你还不如玩禁了，真的是。后羿的皮都挺贵的呢。哎呀，毕竟是开启一个这叫开源英雄。对啊，就是就像我们英雄联盟的寒冰嘛。嗯。就像我们英雄联盟的寒冰，就是开山英雄嘛，就是做哪个玩 AD 的，或者是刚刚进那个英雄联盟的，谁不是玩寒冰？就是打人机练习开始呢，是不是？
哎，真是的，像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级别想偶遇阿妈还不可能呢。你就要倔强啊，你但是你也不能一直倔强啊，是不是？是不是？就你想控制你再倔强，你都很难。他想上去，他想遇见你也很难，是不是？你可能说，哎呀，我躺一下吧，我躺到倔强去吧。但是你稍稍一认真，他又离开倔强了。他是想猛的挣扎着离开倔强，但是他挣扎不了啊。还狄仁杰，你得他会啊，真的是姐。开什么玩笑？狄仁杰是确实需要意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方，对，那狄仁杰的输出爆炸类型的，确实他可以。那安吉拉或者那瑶挂在身上，那狄仁杰，那你要后羿值得吗？就那样子，哎，不是真的，我有时候我也觉得，你遇到他，你可能把他喷了，你都不知道。嗯。不是你去倔强以后你碰到的时候你别说他你知不知道他是张哲瀚的你还在骂他呢啊那个狗射手我们菜逼你可能还是你骂的你信不信这还说偶遇呢你不骂他就不错了真的是但是他这么中二他这么中二的人搞不好他那个王者的名字还辨识度比较高呢也没有吧我看那个汤的那个战绩那里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傲天那个一杠啥玩意儿你等会儿什么啥什么什么傲天什么一杠那个东西然后再叫什么什么天皇什么之类的繁体的然后我说你这名字没上去的时候被人家打死就不错了都小学生吗不是你们知道是哪个杠吗我不想说什么杠啊就是那种上华中华线下华线嘛不就是这个吗不是就是就以前非主流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的那种日文式的那种信号这别是什么东西没有你们汤就一个字干不是啊就是一个 JOE 就一个 Z 一个 EZ只有 Zoe 对啊他就一个大写的椅子就无语、嗯、就是一个大写的椅子然后就一个像个睡觉的符号、嗯、睡觉的符号哦就嗯我好久没去王者了现在这里面充斥着这种中二之气是吗我还是别去不是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对方的话我也先我第一个我先锤他对先本宣转他别客气我是打野我就先照顾他然后你老说我要去偶遇他你到倔强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时候的话你自己就先骂他了哇靠这个傻逼是不是你肯定是你自己先喷了你还说还好意思说 啊我要去偶遇我妈你就偶遇你妈的时候你不喷她已经不错了吧你知道她为什么选射手吗因为她认为她是打野的天花打野的天花板已经有人了她必须开发另外一个系列不是贵妃我这个还得真的跟你讲她我跟你讲她为什么会突然间去玩王者因为原本的时候你爸说是让她学嘛她没有她一直老在斗地主他老在斗地主就后面有去学了学了以后他就想到就是因为原本的时候他也有接触过英雄联盟这些游戏的知道吧他也知道然后你妈是很喜欢小狗的就是 UGI 啊你妈是很喜欢他的、嗯、是很喜欢他的然后你妈是那种好胜心比较强的那种他就觉得你爸是打野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主 C 的那种类型的但是打野的话讲的是节奏嘛他就想着我也要玩一个比较就是 C 队友的那种嘛就 carry 对对对就是这样 carry 队友的那种但你想想我又能跟你组队啊对然后我又可以跟你搭配就配合嘛然后你要怎么做配合呢你要么就是做全力输出的 ADC 你要么就是做中单是吧中野嘛打中野那种嘛但是你要爆 C 类型的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中单要么一个是 ADC 但是掌管整个游戏的其实后期的时候是 AD 是吧是 AD 然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做力挽狂澜的那个人然后就是去玩的后羿的你劝不住的然后你让他打辅助他就觉得你是看不起我吗懂不懂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啊你让他去做辅助反正是横竖他不会选辅助的哈啊对他你觉得看不起他那种然后他打野他觉得你爸玩了但是如果说做上单是
不负责，很寂寞，上单很寂寞，寂寞他上单没有没有参与感。这上单更多强调的是打团意识，他不需要什么对线，然后还有那个终结比赛能力。终结比赛跟上单没什么关系的是吧？知道吗？嗯，终结比赛是打野跟中单，还有一个 ADC 的一个配合，然后看打团的时候上单的一个开团能力，还有一个肉坦程度是不是？那上单更多承担的是挨打的一个。你不要说阿爸打野不行，他属于没吃过猪肉也见过很多猪跑，最高级的猪怎么跑他都见过了，所以在他心里是有格局的。我开始了，阿姐。你又让我的话掉地下了，是你是断了吗？不是，这，嗯，他赵云很厉害 ，OK 啊，老公我。嗯，他的子龙很厉害，对，嗯，我控制不住我觉得这个不是你夸他帅或者夸他鸡巴大这种东西，话不会把你落地上，是不是？哦，你这个硬夸的时候我接不住啊，这没事，他王者，哎，他王者，就是你吹你爸，别吹你妈哦，你吹你爸就可以了，别吹你妈，真的，嗯嗯。嗯，就是你让他还是好好在。就是我提高了阿妈的天花板，这样子阿妈走的路还能长一点。我努力了。哎，你让他对还是好好的在倔强待着吧，真的。嗯，就这样吧，倔强吧，哎。啊！你们不要吵了，你妈又要说不给面子了。不是很给你爸面子啊，王者什么王者赵云，你小看人了是不是？反正就是，哎，没事，不就老婆巨象嘛，嗯，是吧？没事。他们可以开组队语音，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互相语音。不是我，嗯，我是怕你爸跟你妈真的一起打的时候，两个一起被喷。嗯，就是人家玩游戏，那是必须的。人家玩游戏上分的人，管你是不是龚俊呐，管你是不是张哲瀚，管你是不是明星，这事儿啊，你差一点。其实王者不是不能进步，你打的多了，输了多了，自然会进步。但是阿爸忙啊，他没有时间进步。他如果只是抽空陪我妈玩，那就是两个人共沉沦了。那你妈也可以多锻炼嘛，真的是你只要让他玩一下中单或者是上单什么之后躺下，阿姐，如果他在青铜阶段打一场很惨烈的比赛，他只会认为他很牛，游戏太难，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打得不好。嗯，但是一直就倔强的上不去，上不去的只能去砸果汁了，真的很有清醒的意识。真的一直上不去，要去骑马了，懂吗？去骑马，然后跟你爸说他要去内蒙古，你爸说找点事情做呗，那就找呗，把那个鞋都给刷白完了。你也只能夸他说他干得好，然后他找事做，以后他给你榨果子了，你总不能说他不做事是吧？哦，你要一旦说要不你去内蒙了，立马就撒欢的跑了，那谁委屈？你爸委屈啊是吧？啊，老婆跑了，风一样的男子。对啊，那你那不撒点娇真跑了？多洗洗床单吧。他也跑不了多远，骑马就洗一次床单至少半个月不能骑马啊，这事儿不就对上了吗？哎，对呀，啊，所以他洗床单了呀。不知道我可太聪明。你看今天这一连串都连起来了，一环了、嗯，剧本你们贵妃写的，给钱谢谢。剧本你们贵妃写的啊，打钱。对，你夸我突然想起来他那个脏脏鞋的事儿，然后就顺着这个就开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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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对呀，啊，你们贵妃亲自精心写的剧本，不给钱以后没有。咱们这儿可是就是之前编了好久才把它编下来的，好吧？对啊，赶紧给钱！你不知道我最近穷吗？真的是，贵妃的剧本也是我的剧本，给钱。对，你看东一搞搞西一搞搞，这个整串就连起来了。那之前那个床单为什么洗也有了原因。唉，对，都累成这个狗样子了还得耕耘。嗯，原来是为了把根留下。
其实这像他现在这种样子的话，让你妈出去放飞一下也不是不行、哦。啥玩意儿？他练了干将莫邪吗？啊？什么东西？邹妹说那个阿妈练了个干将，你开啥玩笑？干将就。哎，这种需要操作的东西你就不要推荐，我跟你讲了。也不知道他初中的时候几何三角学的好不好，这对角线。对，这种他的苗就。就是这种需要操作的东西你我求你了好不好。懂吗？这种需要动脑子的这种真的是求求你。他能干将他可能就会那一招，你走开，把人推开。哎，他说安琪拉就很好。安琪拉容易吗？不容易呀、啊。安琪拉草丛三剑，你必须得。我说实在的，虽然说安琪拉的梗很多哦，但是虽然安琪拉的梗真的很多，但是玩安琪拉真的很需要那个什么，真的很需要脑子。安琪拉好难的，安琪拉的手速，还有你还是就是你得对。地图得熟，你还会预判，你知道你得去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别人对安琪拉这个英雄太熟了，就是太熟的一个情况下面，你要把这个英雄给操作好是很难的。啊，安琪拉一个鲁班，虽然说是都是开源英雄，他到现在也无法超越，可以超神，但是就是太很难的。哎，我就大吵，就很心塞的那一种。能过青铜，安琪拉过青铜。嗯，我觉得阿妈如果用安琪拉的话，她开大招的时候，可能周围敌人就在等她。你吃完了吗？我第一件事情说英雄是换一个也就算了，那个 ID 也给我换一下。真的，那 ID 看到我是对面，我都想打你，别说什么了。叫什么？傲天。估计我不是，我估计也，你信不信？其实也被喷了的，不然他不会不玩了。你发现没？肯定，王者里面都是小孩子，你没有素质啊！肯定是也是被喷的蛮惨的，不然的话，按照他的性格，他是会打上去的，肯定就被喷了以后就是不好意思玩了。嗯哼，对，又不能回嘴，对吧？那怎么知道呢？就是你又不能，你就不，关键是你妈这个口才又不说脏话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你要跟电竞的人就是比素质吗？人家开口先献祭，懂吗？你懂吗？就是玩那个，玩这些的人呐、啊，玩电竞的人呐、啊，吵架、啊、开口先祭掉什么？先祭掉户口本，然后再开喷的那种。对，你妈干得出这种事吗？干不出来，你很难想象他跟人家吵架，好不好？就是很容易嘴笨，你是别看他，我都感觉他嘴巴灵活，就是别仗着别人宠而已。你妈那嘴巴厉害，就仗着人家宠，就像你爸，他每次是就是占嘴巴便宜的时候，那干什么的？你妈就是你爸就是一脸宠溺的看着他，那你真的觉得你爸就是怼不了吗？舍不得好不好？你身边的人也是这样子啊，那你看哪个不宠啊？你看他身边的人都这样子啊，所以老让人觉得他嘴巴厉害的，跟人家喷的时候小学生喷不过，能怎么办？宠了呗。对呀、啊，那小学生都喷不过，你有什么办法的？那你有什么好说的？然后那个，然后你又那种难听的话，又你实在又说不出来。关键是你是真菜嘛？你要是你不菜，或者你有点厉害或干什么的，人家不说你啊什么？然后你真菜的一个情况下面，然后别人喷你的时候，你关键是你是真菜的呀、啊，嘴巴都就是反。怎么说呢？你反抗就是反嘴，你都反不了，就是这个样子，也挺无语的。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说起你妈，你爸，我叹气的次数好多啊！是不是发现没有？我发现我叹气的次数好多。嗯，那你还能怎么办呢？你只能发他。忍受他，然后习惯他。对啊，哦，到点了，我要睡觉了。走。嗯，走了，溜了。睡吧。拜拜，晚安。嗯，晚安。